来吃饭了。爷爷奶奶，奶奶你怎么来了？对对对，看阿姨。哦，走，我们回家。走走，马上走。来就来吗？还提这么多东西，这么重。那难怪这么重，重起来我就腿一当老被你扯开。那谢谢奶奶了，走回去。来，奶奶，慢点啊。嗯。来，你先坐一下。奶奶，你下次不要提那么多东西过来了，我这什么都有。没事啊。奶奶，你先喝杯热水暖暖身子，我先去做饭了啊。好。多吃一点了。